掌厨。今天我们学做红烧带鱼，准备好食材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将带鱼去头、尾、鳍和内脏，切成菱形段。在油锅中煎炸带鱼块，煎至金黄色后捞出装碗备用。在油锅中倒入少许油，放入八角、葱段、姜片和蒜瓣炸香，淋上少许醋，将带鱼段放入锅中，加入冬菇片，放入酱油、白糖、白酒、盐和适量水，水刚好淹没带鱼块即可。用大火烧开，再用小火烧熟带鱼，汤汁浓稠之后出锅装盘就可以啦。看视频学做菜，就选掌厨。